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倩，在剧中饰演的是巫族新族长三生花。你认为剧中三生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以及角色与你本人最相似的点是什么？心狠手辣，野心很强，那个女人跟我本人相似的相貌美艳。张来义与你一起饰演三生花这个角色，在拍摄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样的趣事吗？我易容成了她的样子，但当时拍摄的时候只有那么一套衣服，她刚穿完然后一身汗又得记到我身上，我穿完然后又换成她。胡一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可可爱，憨憨厚厚。在剧中，三生花为了事业野心做出了违背良心的事情。那现实中，你觉得女生对待事业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价值观呢？要有野心，但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。你觉得三生花对杰是什么样的情感态度？纯利用。最难拍的一场戏是什么？我第一场拍就是我大结局的戏，剧情还不方便透露，但是我在威亚上掉了十几个小时，那一天就没有下来过。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？我要易容嘛，就要给我贴上那种做的人脸，然后非常厚又不透气，当然在夏天，从脸上撕下来那一刻，把大家都吓到了。来评价一下李歌阳。李歌阳老师是非常敬业的好老师，帅气。导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次合作有什么收获呢？我特别特别喜欢沈导，因为他特别在意演员的情绪，然后他在动作还有语言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最后跟观众推荐一下亲爱的一起君吧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亲爱的一起君，多多支持三生花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